西石哥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叶石哥？是，因为我平时比较糙。那你觉得你们俩谁比较有魅力？比较美，有魅力。叶石哥吧，因为叶石哥又会唱歌跳舞。你要在这假谦虚呢？女神。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可爱，然后很甜美的人。然后见了他之后，见了他之后，什么心理上，其实大家都说他很高冷、很内敛，他很内敛。还好，心理上就还挺好，知道他肯定能跟我玩得到一块去，比较闹腾、话痨型的。然后，但是别人对他都不是这种印象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我想跟你一个。具体争谁呢？我俩不是。咱俩一起争啊！你不是跟我演情敌吗？我想跟聂一，我跟聂一，跟你一起，跟我演什么？跟聂一，什么都没啊？马冬梅啊？马什么梅啊？